大家好，我是中原 Eden。 今天带大家来到东涌一个比较新的居屋屋苑，是2020年落成的御泰苑，一个 B 座高层的一房改两房的单位。我们现在即刻去参观一下。推开大门入到来，首先这个就是个客厅位置。我们首先看到左手边的，左手边就是厨房和浴室的位置。做個開放式廚房，咁呢度擺個鞋櫃就分隔咗嗰個區域嘅，嗱，咁又呢邊係雪櫃位啦，咁誒廚櫃佢都做得非常好，即係做咗個 U 字型咧，咁其實呢邊有翻多啲嘅儲物空間啦，而埋有翻個垃圾桶位嘅。咁廚房嗰只窗其實光線都好足夠。咁浴室就基本上全部都訂做噶啦，譬如浴室鏡櫃啊、上下鏡櫃啊，全部都係特別訂做噶啦。企缸就做咗趟門嘅。而我哋睇埋咁呢邊就係個客廳位置啦。咁其實做咗個隱藏嘅拉出式嘅嗰個可以做飯台或者書台咁樣嘅，咁呢邊全部做曬儲物櫃，係啦。咁呢邊有翻個梳化位，對翻電視機。咁業主就將原本個廳就間多一間房出嚟嘅，就是、前面呢間啦。咁佢就做埋上下隔牀，下面就啊地台，有地台又增加，全部可以做儲物空間啦。單位景觀就非常高，又非常光猛啦。咁一下就唔使開燈嘅，係啦。前面遠望翻有山景。跟住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其實都係全部做曬地台啦，其實完全就係為咗增加一個儲物空間嘅。係啦，咁呢邊有做埋又係一個轉角形嘅衣櫃，好啦，咁就有一個四尺半嘅雙人床。景觀就同翻頭先另外一間房一樣嘅，都係遠望山景嘅，咁非常開揚。咁單位介紹就係咁多啦，如果有興趣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